改进肌肉姿势，关爱宅男旁观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袖手旁观，我是宅妹。春节过后，我总结了一下，这个春节一共有两种人，一种是红包收断手，另一种呢是红包摇断手。为了五毛钱，5000块钱的手机都能砸了。不过武汉有一位62岁的高龄老头，却不走寻常路，摇红包摇出了一个新境界。为了一张打车优惠券，一激动居然摇出了急性心梗，大年三十的被拉去医院抢救，拿生命在摇红包也是惨。据说老头是个老烟枪，有30多年的吸烟史。我建议，要不就把老头的香烟盒上“吸烟有害健康”的警告换成“红包虽然好，生命价更高，且行且珍惜”。逢年过节烧香拜佛，总免不了要贿赂佛祖。最近一大哥在一家寺院烧香祈福时，也是不走寻常路，100块都不给，直接掏出了一部圣六塞进了功德箱。那个鸡，有钱就了不起吗？土豪就牛逼吗？有本事就往我这塞。不过要说寺院也是有节操的，发现后及时把圣六退给了施主。阿弥陀佛，贫僧只收 cash， 能换成现金吗？有理有据，竟让人无言以对。施主很感动，又收回了手机，挥挥衣袖，留下了100块，不带走一片云彩。哎，善哉善哉，都别闹了，我只想说，这位施主请联系我，我给你100，你手机给我呀。说到底，钱财乃身外之物，手机才是寸步不能离的小情人。你看，每天吃喝拉撒，除了洗澡都要玩手机。前不久就有一个年轻的妹子在浴缸泡澡时，拿着手机边玩边充电，结果一个不小心手机就掉进了水里，活活就给电死了。哇塞，吓死我了。想了想，还好宅妹没有浴缸，简直万幸。当然了，山寨充电器也是不能有的。不过还是那句话，妹子不用反水手机，那是迟早要出事儿的呀，你怎么就不盯呢？阿姨，你会打飞机吗？废话，当然会了。那你会开飞机吗？搞什么飞机，有话快说，别卖关子好吗？今天给大家带来史上最虐人的飞行游戏，以前什么是男人啊，就上100层都弱爆了。看看这个最难的飞行。说的这么咋呼，到底有多难啊？首先，这是一款平面 2D 画面的飞行游戏，玩家需要通过助力操控一架带有彩色保护罩的飞机在天空中飞行，迎面会有无数彩色的墙壁撞来。到目前为止都很普通吧，没有很难啊。来来来，关键的地方来了，飞机要改变自己的颜色才能通过对应颜色的通道不撞墙，点屏幕左边变蓝黑，点屏幕右边变红色，都不点就变紫色。什么蓝黑，不是白金吗？你他妈逗我啊。你看你看，白金档什么的还是别玩了。我就说这个很难吧，这个游戏活活逼死色盲症啊，不仅手速要快，而且还要不停的分辨颜色，还得稳稳的左右摇摆，撞墙神马的简直就是分分钟的事儿。这好不容易飞过几十层的墙壁，后面的墙壁还会飘来飘去，很考验反应啊。哼，但是啊，不要怀疑宅男打飞机不是开飞机的能力。你看啊，我现在已经非常熟练的通过了。让我致癌大神来展示一下宅女挖鼻孔的手速。什么台词？来看操作。你看这风骚的左位不要太稳，这丧心病狂的变色不要太快，这天人合一的操作不要太屌，这才是最完美的飞行啊。站起来了。所以呢，不要跟宅男比手速，不仅要手速快，纸巾也一定不能省。什么鬼？我觉得像我这样天赋异禀的人，一个星期内绝对能见到 boss。 什么？你说这鬼游戏还有 boss？ 我瞎说的呀。你妹，据说这游戏最高记录也不过是200关，你这才哪到哪了，继续打飞机吧。您嘞，你不能让我打飞机，我就打飞机。咚，很色很暴力，没有这样的飞机。17173手游客户端，新游大作一键下载，福利礼包疯抢不停，精品在制，游戏直播，海量视频，还有众多秀场美女等你来捧。最专业的游戏攻略，成就你的大神之路。玩游戏，看视频，找乐子，尽在17173手游客户端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来玩一个不作不死的小游戏，小学生才打飞机，成年人都玩核武器的。请问
核武器到底哪家强？东方平壤找三胖。我忍不住的笑出了声，这三胖的头画得太溜了，还原度99%。这个游戏叫做小独裁者，是由韩国开发的恶搞小游戏。玩家需要使用金三胖驾驶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朝西方飞去，摧毁邪恶的美帝。怎么样，听起来是不是违和感满满的？作为最牛逼的80后，三胖乱入各种电影游戏简直忙坏了。话说这个游戏怎么玩？说到玩法就坑死爹了，这游戏和 Flappy Bird 的操作简直一样一样的。点击屏幕让三胖带你装逼带你飞，通过前面由导弹组成的门洞就可以了。但是我怎么感觉这个比 Flappy Bird 要难多了呀？每次还没过两个柱子我感觉就崩了。怎么今天竟是这种穿洞洞的游戏呀？我来试试。哼，想当年宅妹也是玩的一手好鸟，玩像素鸟从来就不是吃素的。诶，我飞呀飞，飞呀飞，我跳，又死了。毕竟障碍物是导弹啊，这种大杀器跟柱子不能比，一碰上就屌爆了。心理压力不能比，碰到强迫症患者估计也是要在厕所蹲几个小时不出来的节奏。这种游戏总会给人一种幻想，只要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，就会在某一关的一声发生什么屌炸天的事情。哎，简直磨人，奴家手残，玩得好心焦呀。没关系，男人讲究的是结果，女人注重过程，请好好享受这种煎熬。据说啊，这个游戏在苹果上架的时候还被拒绝过。为什么呀？还有为什么，这么作死的东西你真当三胖不玩手游啊？但是呢，后来经过重重磨难还是在苹果商店上架了。如果你们像素鸟玩腻了，就来试试这款作死大作，由三胖独家代言，保证玩不死你。好啦，节目到这里又可以说拜拜啦。本期的无奖问答题目是今天介绍的第一个游戏，最难的飞行最考验玩家哪个能力？ A 打飞机手速， B 挖鼻孔手速， C 色彩辨识力， D 翻墙水平。请将答案发在腾讯微博并@秀手旁观回复我们，我们将随机抽取3名小伙伴。棒棒的。